哦，我们要带安全带。要吗？要的。那你刚刚在干嘛？我说他要去做 SPA。对呀、啊，啊好。这里好吗 ？SPA 应该好吧，因为很贵。跟他在一起，到处都是有笑声，很有热度的一个人，很有想法的一个人，说话很有梗，然后很搞笑，然后就很可爱，然后也很热心吧。哇，一群公鸡。看这里的肌肉，这种肌肉很硬哦，因为他们整天在跑嘛，肌肉很多。对啊，那我就跟你要煮很久啊。到了，到了，哇，这里很美啊！哇塞，就是。在山间做的教室吗？在森林里面。哇！嗨 ，Hello， 尤安娜。尤安娜，感觉像是个休息的地方，但是一进去一看，老师还有学生们正在操作。哇、wow. wow. ，他们是在跳肚皮舞。对。也有小男。对，很可爱。你知道大溪里的鼓？一早哦，你很要动哎、啊，真的。波利云西亚人对生命最直接的表达就是舞蹈，从生到死，对万物的崇拜，对天地的敬畏。每一个波利云西亚人从会走路开始就学习舞蹈，就像读书识字一样平常。长得好看哦。娜娜，他在问现在要开始学吗？哇 ，OK， 来喽！好，那你们来一起打毛啊！好，打毛！呜！哇，很好啊，你们两个，好开心啊！好减肥的感觉，真的，已经出汗了。这个是阿玛哈，我们要学的不？老师说你们跳很好。对，最后一个欧贝。哇，你很强哦！他们很喜欢你们两个，要你们两个跳这个吗？随便啊，但是他们要看你们两个跳。跳中国舞吗？对，那就一人跳一点可以。OK， 晕吧晕，要跳舞步。可以放音乐吗？可以啊，但是我们没有手机，没有音乐。OK， 来放电视剧的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就是三生三世凉凉怎么样？这样子的话，那就完蛋了，那就完蛋了，那就完蛋了。没有关系，你继续。都是假象。全身的汗。
学就觉得很感动的感觉，有偷瞄他们小朋友神情都是那种很惊奇，算是两个国家的一种文化的交流吧。真的觉得这么多年学的舞蹈值得了，已经。On voyait qu'il y avait beaucoup d'émotions qui ressortaient de leur danse, beaucoup de souplesse, donc c'était vraiment agréable et très joli à regarder. Oui. Nana.其实蛮舍不得他们的，临走的时候就跟他们拥抱。通过旅游能认识到大溪地的朋友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。